Om Mani Pad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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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求地藏菩萨，也可以求观世音菩萨，真的。因为这个方法师父也试过，所以天底下呢，不管南传北传藏传，有很多修行人，但是也有很多，哎呀，阿弥陀佛，末法时代挂羊头卖狗肉的护法外道很多，非常多，而且呢信徒也很多，庙也很大，可是呢你一听就不是正法，你就觉得怪怪的，但是你说不出来，对不对？然后呢他又故意献一些力量呢，要控制你，然后甚至恐吓你，这样子呢你可以求地藏菩萨或观音菩萨，因为地藏菩萨跟观音菩萨大菩萨他无我，他一定会让你看到过去现在未来你跟他的缘，而且他告诉你现在的他是如法还是不如法的，若是不如法的，你有权利选择离开，你才不会列入邪见业网，这一点很重要，这是我很真心提醒你，请看悟三推选出出世圣人，先看幻灯片，师父讲科判推选出出世的圣人，那地藏菩萨十轮经这里讲，释迦牟尼佛讲，地藏菩萨也这样做，就是说当世界很乱邪见炽盛的时候，地藏菩萨跟诸佛呢都会大悲愿心道驾慈航，所以还是有善知识的，只要你的心正派还是会遇到，所以第三悟三要推选出出世的圣人来领导一切众生，悟四荣登无上王位，在印度呢就会有正式给他、这个坐在法座上，然后呢哎，坐在法座上呢请他转法轮的这个仪式，甚至呢请他登上王位以后，大家呢赞颂他，而且在街上登上王位之前他要斋戒沐浴，甚至呢接受灌顶，所以灌顶呢是指印度呢王位登基的仪式，后来传到西藏而成为一切教法灌顶的基础。接下来悟五，那这个国王呢一定是以德教化国人，所以佛在对八个国王，像频波娑罗王，或是净饭王，或是迦斯尼迦王，这八个国王的时候，佛为他说法，都跟他说，作为一个国王要勤政爱民，要用佛法教化众生。那怎么教化众生呢？教所有的众生守五戒十善。所以五戒十善是佛出世跟不出世一切众生都要修的。你若你的身口意行为违反了五戒十善，那就算你不相信佛法，你的生命还是会很苦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生命啊会受着你业力的这个所谓的逼迫，你身心都很痛苦。所以这里讲悟五以德教化国人，广义的说有很多很多的佛法，狭义的说就是用五戒十善来教导众生。好，接下来请看下面悟一乱世征兆无限21页第16行，请看经文，善男子，譬如有一个国家，这时候呢众生没有福报，实虚君位，虚就是这个国王啊其实是假的，或是像一个傀儡，或是这个国王呢不管他年轻或老，被一些呢王公大臣呢是不好的心所控制着，所以这时候国家呢，因为国王呢是被人家控制的，假的，一直是傀儡，所以他没办法救天下老百姓的苦，其中所有的人民呢都生活在苦难当中，自己的军队跟其他国家的军队或部落常常发生战争，互相侵害，你想想这样，这个时代也是这样，对不对？人民都很苦了，某一个国家跟某一个国家还是拼命在卖武器啊，拼命在打仗啊，对不起，拼命在打仗啊，拼命呢就是呢到处呢就是贩卖武器啊，可是老百姓已经没得吃了呢啊，这个这些政治人物啊还是在谈呢、啊、武器啊，
武器当中卖当中呢还贪官污吏啊，所以你看众生多苦啊。所以治军跟他军呢，就是说在国内里面有分治他的两党呢，都常常的称就是相互的侵害，人民呢非常的忧愁，而且天下很乱，人心都很不安。而且呢人与人之间呢，不管文武百官或是老百姓，只要讲起话来呢，因为恶业现前，恶心很强，所以动不动呢就有很多的斗讼，就是争动争斗或是诉讼，有无量的这个斗讼。斗是指争斗，诉是讼，就是指诉讼，就是上国家打官司。而且上呢跟下所讲的呢常常是违背本意的，上面要你这么做，下面他不听，就他呢随便怎么乱做。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呢欺负，大的欺小的，小的欺负更小的，然后讲话呢是很惨屈的，拍马屁，而你问他的话呢他都打妄语，而且呢动不动呢国会议员就吵架，对不对？讲很粗恶的话，而且呢人心都很乖离，而且呢好心的人呢动不动能被人家诬赖，而且是非呢就到处呢都流传，然后呢真正呢坏心的人呢都非常的焦作，假装会包装自己，所以天下就大乱。念完这段经文的时候，想一想是不是我们现在处的时代呢？全世界大概也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这叫末法时代。接下来再看种种的疾病就开始产生了，而且尤其现代，师父多说几句，现代真的是很麻烦。举个例子，现代呢因为全球暖化，所以很多很多的疾病是找不到药的，而且病毒是越来越强，对不对？举个例子好了，你像感冒的话，你就吃这个药，吃了很久，连续一个礼拜它就产生抗药性，其实有吃跟没有吃都没有效。那你只好再换一个，换了一个以后越吃越多，你的肝跟肾就不太好。所以师父给各位一个建议，公开的建议，感冒的时候不要乱吃药，一点点头痛不要吃药。做什么？感冒是寒气，你可以煮姜汤把汗逼出来。还有一个方法，新加坡人比较不喜欢，不过你要试着做，新加坡本身很热，在浴室里面摆一个水桶，然后用全部的热水脚泡在里面，刚开始会有点烫烫的，可是泡久了以后他身体就会出汗，出完汗呢你要披你的一件就是套儿怎么讲啊，毛巾，对，然后呢不要让你吹到风，这时候窗户先关起来，因为这时候汗出来的就像运动一样，他所有的汗都会这样。那你觉得不舒服可以喝一点点淡淡的柠檬水加盐巴，汗出完来以后呢你把汗擦干，换上干净的衣服，好好去睡一觉，休息一两个小时，起来你体力就好了。这是真的，师父也常常用这个方法。不要呢哎呀这个不舒服，又吃一个感冒药普拿疼，然后呢搭了公车哈啾又吃两颗，然后下了班以后吃三颗，这叫慢性自杀。你一天吃了六颗普拿疼啊，最高 maximum 呢是八颗，每天都吃八颗的话，你很快会往生的，根本不用助念。知道吗？现在疾病很多，好，注意听，疾病有很多，有三个方式。第一，外在的医药或是保健。第二个呢，你自己的营养跟均衡跟生活作息。第三层最重要是你的免疫系统。师父现在讲的是真话。因为《地藏经》讲到这样，我觉得我也应该提醒各位，不要呢一生病你就吃西药，西药跟中药都有好处，但是西药比较强一点 ，very strong， 真的是非常强，因为它好的细胞跟坏的细胞都杀死，了解吗？但是现在人工作压力很大，哎呀今天不舒服，糟糕，要去开会，要去 project， 要去学校，那只好吧，先喝两，就吃两颗普拿疼，所以你变成习惯性吃药。还有女众呢，动不动哎呀我偏头痛，那你就吃药，那你就很快，真的，我看呢，嘿，你会往生呢，不知道往生到哪一道而已。所以身体若不照顾，身体虽然是假的，可是你身体是你修行的，你要有智慧去判断。
所以现在的疾病呢，你要注意你的饮食，你的生活作息，其实最重要是什么呢？提高你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是什么？有很多方法，要运动。我觉得佛教徒不太喜欢运动，你看外国人都很喜欢一大早去跑步，两天去跑一次，你要跑完以后他全身出汗，肮脏的气就去掉了，然后呢他就身体很健康啊。佛教徒要运动，你若不能跑步，老菩萨注意听，在公园散步也可以，拿着念珠去念佛，要走就要，要活就要动嘛，对不对？对不对？只有一种人不会动，就什么躺在那里的，对不对？大家知道殡仪馆里面都不会动的，是不是？你要运动，适度的运动，去公园里面散步，拿着念珠去念佛。对，年轻人要去跑步，去游泳，这些东西，当你身心很宁静，再来打坐的时候啊，你的心就会很宁静，因为运动会改变你身上的精气神。运动的确会有改变你身上的气，然后尤其现在压力很大，所以你不动，然后呢，你情绪当然就不好啊，对不对？然后呢，你都发泄在哪里？都是发泄在跟人家吵架的时候啊。吵架，你的身体呢又不好，怒气攻心；吵架，你又伤害众生；吵架，你又造了口业，那真的划不来的。所以第一个叫种种疾病，第二个盲意，就是呢。碰到很多假的大夫，为了赚钱，然后呢，本来你的病可以医好的，就故意给你拖，用很贵的药，结果你花了很多钱。第三个，昏暗，就是所有的人呢，心呢都无法判断，动不动呢就听人家说，哦，这个有一个补方，这个我告诉你有一个民间偏方。听好，民间偏方有很多，有些是好的，但是有些要有科学根据。不要呢听到人家讲，我常常听到人家讲说他生病了去看医生，医生第一句话就跟你讲，你这个身体哦，就是因为长期吃素啦，所以呢你身体很寒，营养不够，第一个呢你要治好病你就得给我吃肉，对吗？不一定。的确我没有否定吃素的人身体比较寒，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吃动物，对不对？当然有些人有蛋奶素，有吃蛋或是牛奶，有些老菩萨都没有，没关系，师父都很尊重。但是你吃都是青菜豆腐，食物里面有寒有热有温的，你要去了解它的特性。举个例子，西瓜 watermelon， 有些人喝一喝就拉肚子，的确很凉。师父哦，一天喝三杯哦，我精神还很好。为什么？因为有身体是虚火的，我可以吃西瓜。举个例子，像中医治疗说刮痧，刮痧的时候肮脏的气都会跑出来，的确刮太多的时候你会累一下，所以有些人不能常常刮。但是呢，我的体质可以一个礼拜刮一次痧的，热气很多，因为我常常熬夜，当然我现在不了。所以我的意思说，每一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所以你有好的医生。什么叫好医生？要有慈悲心的，真正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想帮助你的医生。钱合理的还是要赚，没有一个医生不赚钱的，有些赚得很有良心，有些赚得没有良心。还有一个，因为业的关系，有人生病了，可是他花了很多的钱跟时间到处跑，都是碰到不好的医生，病也医不好。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你的业没有忏除；第二，你没有找到好的医生。所以这样的话，拜地藏菩萨，你就会找到真心的好的医生。他是佛教徒很好，他不是佛教徒的话呢，起码他的心是很好，真正的为了关心你，把你的病医好的。举个例子，你的病五次就医好，有些坏的医生就故意给你拖十次，对不对？你就得常常去啊，是不是？这样的医生我觉得你可以不要接受，了解吗？所以一是你的病要解决，二你要找到好的医生的缘，这个拜地藏菩萨很有用，拜观音菩萨也有用。接下来再看寒热，就是冬天寒气，夏天中暑，疟疾。现在呢比较少疟疾，大概在第三国度才有。疟疾一来的时候，在西藏啊，注意听，西藏若是得到疟疾啊，那等于几乎是癌症一样，是没有药治的，因为以前西藏的医药不是很发达，藏药是可以控制，可是它不会完全呢根治这个疟疾。疟疾是很危险的，瘟气，还有疫痢，还有
疯癫，疯癫就是发疯，还有有些人瘦呢，瘦如柴骨干枯，有些人呢饮食呢完全都不会消化。其实这些有生理的疾病，心理的疾病，还有一个问题是业障没有忏除。接下来，那因为身体不行，身心会相互影响，身体不好的时候会影响你的心，所以这一类的众生就身心会狂乱。诸根不具是指残障人员，不管他是有意生下来的残障人员呢，我业力现前的残障人员，我是身体发生意外的残障人员，那他身心都很痛苦。就像我昨天还前天举例，我的朋友应该是昨天吧，对不对？得小儿麻痹症，对不对？他就是很不相信，说他前辈子就是日本军阀，那他一辈子呢，真的是也很辛苦，说他的老公也很辛苦。后来他也怀孕了，生了一个孩子，而且我还帮他诵经，第一个孩子男孩子剖腹生产的，真的生出来了。可是第二个孩子他就不成功，第三个孩子也不成功，所以他一辈子目前只有一个孩子。你看，所以当我们身心残障的时候，你身心呢做不了主的时候，其实也很痛苦。接下来肢体缺减就是残障人员。最后有些人注意听，身体很健康，心里不很不愉快，就是闷闷的啦，忧郁症啦，或是呢这个所谓精神病啊，对不对？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有些人呢他身体很好啊，心理很健康啊，可是呢福报比较差。下面讲缺少种种的衣服饮食需要的根本资具，不论在家出家，你在修行道业上呢福报不够的话，你的道粮就会欠缺，那你要发心忏悔，布施广修供养。最后一切所有都让你感到不快乐，外在的环境，对不对？然后内在的因缘，还有内在的心理，你一切都有很多障碍。所以从这一段里面说明众生的业之外，请你在写旁边写几个字，要感恩知足，要感恩，要知足，不要贪得无厌，人的心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好，接下来请看下面，物二邪见炽盛片满，翻过来，诸有情类，有些人食衣住行都很好，都很有福报，身体健康，家里都很好，可是有一个很糟糕的呢，他就是喜欢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就是他身体很健康，心理很正常，可是满脑子啊就是想要鬼，满脑子呢就是一些灵异的。我有一些朋友也是这样，一出生他就是灵异人员。为什么？我告诉你哦，我可以看到你旁边就有东西耶，我看到你今天呢，哎呀，一定很倒霉吧，你头上都是冒黑烟的，哎呀，你今天修得很好，金棍抢抢棍呢。所以他讲话都是讲什么呢？能量、磁场跟气，这样的朋友也会有。然后动不动呢他就会当机或灵媒，就叫灵媒体质的人。然后他走到哪里，譬如他跟你玩你都感觉到，哎呀，这个地方磁场能量非常好，我要静坐一下，吸一点能量。就像什么呢？ Mosquito， 有没有蚊子啊？跑到一个人呢，跑到一个阿罗汉呢的身体，这是圣人的血，多吸一点吧，很补哎。就像你们吃什么呢？新加坡人最喜欢吃燕窝，对不对？还有呢，鱼翅，对不对？哎呀，太补了。所以这种众生啊，都很喜欢吸人家的气，甚至呢，就用精气神去控制别人。请看经文：诸有情类，归依种种外道、顿号跟邪神，然后呢，内心充满了恶见跟恶心。还有恶意乐，恶意乐就是看到别人做坏事他非常高兴，看到人家修行，没什么了不起，看到人家杀人，杀得好，继续杀，继续杀，就在后面火上加油，这叫恶意乐，而且非常的炽盛。然后看到人家好之间的两个好朋友，就故意呢讲两个人坏话，让他挑拨离间、误会，甚至呢看到佛友跟佛友之间，男众跟女众，就跟你讲，你小心哦，我告诉你哦，你的师兄对另外一个莲友特别有言，我看他这样眉来眼去的嘞，你要把你老公看好哦。
就是讲这些有的没有的，这叫做呢恶见跟恶心呢非常的炽盛如火。那这样的众生怎么办？真的很可怜，很难改，我没骗你，你交给师父也没有用，交给地藏菩萨跟观音菩萨吧。而且这样的众生呢，因为他很执着磁场跟能量，而且他们也修大悲神咒，他知道大悲神咒也是咒中之王，他就每天念南无何来丹奈多来雅耶，你边念的时候解手印，然后就把所有的能量呢通通的吸到他身上。这个还是有为法，有为法就是这个还是有我执，出不了轮回的。你有没有听过我们中国历史上叫千年妖精？有没有？为什么要修千年呢？因为他想做精嘛，妖精啊，妖怪啊，千年树精啊，对不对？千年蛤蟆精啊，对不对？这些都是修什么？皈依种种外道跟邪神，像新加坡部分，还有马来西亚跟印度尼西亚，还有泰国。泰国我去过，马来西亚跟印度尼西亚，我发觉这三个国家最多降头，真的。为什么？因为它都是拜一些呢民间宗教奇奇怪怪的鬼神，所以佛教徒尽量不要去。所以师父提醒你，真的做佛教徒，你就要相信三宝，不要去，对不对？假如你家人一定要去，那你就告诉他不要杀生，用香花素果去拜一拜，结个缘就好了。有时候你家人没办法说不去，可是你自己本身啊，不要常常往那里跑，因为你会觉得常常往那边跑，你就会想去追求什么神通、感应、看三世因果，还有我碰到困难，我这样的业障可不可以不要念地藏经，咻解了就赶快解决的。答案若有的话，请你先告诉我，答案是没有的，因为你要付出很多很多的代价，甚至赔上你的老命。所以为什么说降头是很可怕的？真的是很可怕。还有不要乱带人家给你不来历不明的佛牌，因为佛牌里面会有奇奇怪怪的东西。也不要来乱吃人家给你来路不明的所谓的香灰，或是什么加持水，或是甘露丸，来路不明的统统都不要吃，因为这会让你恶见恶心跟恶意乐完全非常炽盛，炽盛到你身心呢失去控制，然后你就被外道跟邪神所控制了。而且控制以后呢，甚至他还会呢所谓的威胁你，假如你不听我的话，那你的爸爸妈妈就会呢很惨，你不听我的话，你的太太跟小孩将来你就难逃我的控制，这些都是魔。魔法时代会越来越多的，我可以告诉你，佛门外也有，佛门内也有。师父只能讲到这里，所以在家出家不要去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将来会有果报的。接下来再看幻灯片，迷失正道，零堕恶趣。因为你恶心、恶见、恶意乐很炽盛，有时候是你有意的，有时候你是根本无法无意的。可是业力现前的时候呢，你就呢一失足成千古恨，迷失正道，一步错就步步错，最后呢就堕落，死的时候就堕落三恶道去了。甚至假如以基督教的天角度来讲，就是你最后呢连你的灵魂也都出卖了。当然佛教不讲灵魂，佛教讲神识，神识是无我，其实卖不了，当你执着的时候呢，它有存在它才会卖得出去，所以其实灵魂是卖不出去的。但是我们很多的电视电影呢或鬼片就告诉你，来它要吸你的气，最后就是要交换你的灵魂。答案注意听，灵魂是无我的，根本是卖不出去的。你了解佛法，你的心就会很正，正大光明，你念佛念咒的时候，其实各种妖魔鬼怪啊，对你呢就没办法。好，接下来再看，接下来介绍地藏图像。现在讲到三恶道。好，昨天介绍到早期印度的地藏造像传到中国，现在从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之前，它经过中亚跟祭宾国，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克什米尔、阿富汗跟巴基斯坦，是现在的国家，在古代叫中亚祭宾国。那你可以看到地藏菩萨以十殿阎罗王的图形，这是古代的壁画，但是现在重新绘的，所以彩色非常漂亮。好，注意听，我公开正式讲，
佛教传到中国，从魏晋南北朝传到汉代、唐朝，中国文化都会相互学习。当佛教在唐朝非常兴盛的时候，佛教很兴盛，儒教也很兴盛，就是孔老夫子的儒家，还有中国人拜到的太上老君，道教也非常兴盛，它会相互影响。所以十殿阎罗王啊，是佛教跟道教融合的文化产物。师父没有说这个不对，其实这个呢是中国文化。在印度原来是没有十殿阎罗王的，我先讲，这样讲不是只要你知道事实的真相，并不是说哦，那师父我现在念的地藏经就没有效吗？不是，你念地藏经还是有效，但是你看到人家在弘扬地藏法门，讲到地藏菩萨与十殿阎罗王，在印度是没有十殿阎罗王的，因为十殿阎罗王是中国古代从夏商周一直呢到唐朝、汉代很多很多历代的王，比如说第一殿是叫秦广王，第二殿叫什么王什么王，所以他有非常非常多的十殿阎罗王。那这十殿阎罗王事实上是中国的这个君主，所以这个在印度本身是没有，所以由此证明佛教跟这个道教它会是相互融合而影响的。各位若有兴趣可以看地藏小百科，这里面就有一个，就说真的有十殿阎罗王吗？它这里就会解释，有图片也有文字。所以若你对历史文化或艺术有兴趣，这本书是非常好，它也有基本的佛法，而且这是政治正见的。所以像十殿阎罗王图啊，其实呢它是到了中国文化以后结合以后就开始非常的弘扬，弘扬以后当然也有好处，教化中国的人要深信因果，要敬畏天地鬼神，要相信因果报应，但是呢这是佛教跟中国文化的产物。接下来你再看十殿地藏菩萨与十殿阎罗王图，这个呢就是出在中亚祭宾国的壁画里面，你看中间长的地藏菩萨就造型就不一样啊，旁边呢也有很多很多的历代的这个王，也有些天龙八部，对不对？所以十殿阎罗王图是这样的。后面待会还没看到，比如说第一殿秦广王，我们说当你造势的时候传统上民间宗教说当我们人死的时候怎么办呢？身心分离，对不对？然后呢就黑白无常就带你去，对不对？就会坐一艘船，然后呢坐了一艘船了呢要进去的时候要叫你喝一碗汤，叫什么孟婆汤，就把你前世给忘记，然后呢黑白无常呢就第一个带你去殿，第一殿秦广王，对不对？其实这是中国文化，我没有说不好，师父只要让你这里这个不是原来纯正的佛法，当然它有教化世间老百姓的功用，可是呢当然你说有没有十殿阎罗王呢，答案是会存在的，存在的，待会会给你看，因为人们相信嘛，对不对？而且这十殿阎罗王呢，这十个国王呢也后来都成为佛教徒，作为地藏菩萨的眷属，帮地藏菩萨一样管理所有的一切地狱恶鬼幽冥界的所有的众生。好，再看，好，那地狱里面因为你造了很多的恶业，所以业火就非常的炽盛，24小时都在烧的，所以你身心很痛苦，谁造成的？自己造成的。接下来再看哈，同住地狱，我上次有说过，这就是犯邪淫，对不对？你自己有老婆了，你觉得一个还不够，喜欢多抱几个老婆，就是专门抱人家老婆，抱多了呢，你到地狱就变这样了，那就让你抱吧，继续抱啊，全部是同住，非常的烫，整个身体烧完，烧完了你就这样昏死了一个，月风一吹又再继续抱，你没办法停的，这就造邪淫恶业，所以地狱是很苦的。好，现在有个问题，地狱从哪来？人自己造成的，你不要想成这是地藏菩萨来惩罚你，黑白无常呢或十殿阎罗王创造一个像新加坡的圣淘沙这样一块乐园，或者一块呢好像刑罚一样，不是，这些是由你的心而现的。假如你不造这个恶因，你没有这个恶缘，就没有这个恶果，你是看不到的。
好，那有一个是问题的，假如师父我们不信，自己或家人掉到这个同住地狱怎么办？念佛，就念咒，继续念，一直念，念到你业力尽的时候呢，柱子就不见，然后你就出来了。但是先决条件，这么烫的火你还念得出来吗？所以你平常若不念，到地狱里面啊，只有受苦的份，是念不出来的。那时候你还想到地藏菩萨，你叫一叫地藏菩萨救救我吧，地藏菩萨就出现了。好，接下来你叫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就寻声救苦，火焰化红莲就出现了。所以先决条件还是你自己要羞耻。人生很短，你若不羞耻的话，遇到苦难的时候你是喊不出来的，对不对？那请问一下，师父前几天讲地球暖化，观音菩萨不知道吗？地藏菩萨没看到吗？他们都知道，十方诸佛菩萨都知道，谁造成的？地狱众生的业，所以要改地狱众生的业，要全球人一起发心改啊！改不单是嘴巴讲讲，你心念要去转变，还要要行动去做。行动，比如说节能省碳，比如说这个节省资源，比如说爱惜地球，对不对？比如说垃圾分类，从这个生活当中你要去实践。还有第二个，不要去做那个违反良心的商业，比如现在很多恶心食品，叫黑心食品啊，那些呢将来都会进地狱的。因为你造一个呢不好的食品，让全天下人吃了都得了癌症的话，那将来你就万岁万岁万万岁，都在地狱里面的。你的业啊是很难铲除的。所以人真的要有良心，不要为了赚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听好，钱不是那么重要，少赚一点钱，赚的钱要合理跟合法的。所以观音菩萨跟地藏菩萨、诸佛菩萨不知道全球暖化吗？当然知道，但是他也会化身千百亿化身，在每个国家，对不对？鼓励，然后呢提醒大家，也会从佛法的角度劝大家要修持转变共业。不然最后呢，我们这个人间啊也会变成人间地狱。什么叫人间地狱？第一，疾病一来大家都生病。第二，气全球暖化的时候，植物呢长不出来，就没有食物，就开始饥荒。接下来第三个，大家抢面包就开始残杀，所有事情一夜之间大家都会失去疯狂的，知道吗？所以佛教徒真的要有慈悲心，自己要精进，要谨慎，不要造恶业。劝到别人苦口婆心劝他，也不要造恶业。为什么呢？因为受苦是你自己的。好，接下来你看弘一大师火化的地藏王菩萨，当你在地狱恶鬼出生，假如你还想到地藏菩萨的话，你一念的时候，地藏菩萨呢就会坐着大宝莲花而来。接下来，所以在中国，地藏菩萨因此就被叫为幽冥教主，专门渡鬼的。其实地藏菩萨不是，我想各位大家听了这么多经论都知道，有智慧地藏菩萨连幽冥界众生，连你的祖先都能超度，那所有的众生啊，地藏菩萨都能渡的。所以他跟观音菩萨一样，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好，所以中国人叫做幽冥教主，是中国文化理解。好，接下来中国又佛教跟道教又结合，那就七月的民间超度，对不对？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大家知道，哎呦，七月是鬼月哦，对不对？不可以搬家，不可以结婚，不可以买新车。你看一个想法让你失去多少的利益啊。谁说七月不可以结婚？对不对？可以啊，七月没有不可以结婚的，你可以成立佛化婚礼啊，七月可以搬家，你的心要很正。可是呢，佛教徒是因为你没有政治政见，所以你现在假如七月搬了家，爸爸妈妈不高兴，待会下一次谁中风了呢？人家就跟你说，哦，你看哦，你就是七月搬家冲到了啦。其实他们没有关系， They are not connected， 知道吗？又跳回刚才师父讲的，你的心又生活在恐惧不安里。其实搬家跟你结婚跟七月没有关系啊，真的是没有关系。佛教徒呢，日日是好日，月月是好年呢，对不对？
所以后来在台湾、新加坡、东南亚才告诉你，七月不是鬼月，七月是报恩月，七月是我们救度众生、行大悲心的这个慈悲的月份。现在佛教徒很多能接受，可是还是有些人呢，内心里啊还是东怕西怕的。你要相信，对不对？七月是报恩月，对不对？但是你若不了解的话，你待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人家讲一讲的时候你就动摇，哎呦，是不是我家里供的地藏菩萨供的不太好？然后呢，有些师父说家里不可以供地藏菩萨，谁说的？家里可以供地藏菩萨的，经文都可以讲的，经文里面就可以告诉你，谁说晚上不能念地藏经的？早上跟晚上都有地藏菩萨的。希望大家真的接受师父苦口婆心的建议，要有正知正见。接下来你看，好，到了幽冥界教主的时候，地藏菩萨画的像是什么？旁边都是暗暗的，然后通通放金光。所以你看到佛像也依照人类的需求而不同的演变了吧，对不对？金色的光芒，幽冥教主。接下来地藏菩萨呢，不但坐在石头，还要救度众生。有些地藏菩萨雕的是麒麟，而有些地藏菩萨呢，坐的是一个叫独角兽，其实它叫地听。地藏菩萨也会骑很多，不是呢？虽然我们讲《华严经》，文殊是骑青狮子，普贤菩萨是骑白象，可是地藏菩萨呢，大部分呢，它也有很多，它可以坐莲花。它也可以骑，所谓叫做地听，我们叫独角兽。然后呢，其实这只张照相，你有看到地藏菩萨骑一个很可爱、很 Q 的狮子，这个也是地藏菩萨，因为骑狮子会跑比较快一点。好，接下来再看悟三，请看经文22页第四行，悟三推选出。出世圣人分五，己依众所推荐。好，这边我会讲快一点，因为它并不难，我做白话翻译。因为今天师父想介绍日本的地藏菩萨给各位，不然时间有限，还有这么多问题要回答，明天要供灯，然后又要回向，又要圆满，哎，很容易往生的。好，请看己依众所推荐。彼时当天下很乱的时候，国中有智慧的祈救，祈救是长老的老者，他们聪明而且有智慧，博学多闻，心又很平等，可以饶恕众生，就开始整理他的威仪，而且共同的讨论魔意，说我们为了众生呀，要想出一个对策来，这叫运诸筹策。因此他们便召集说，我们国家为什么会乱呢？因为呢，有很多原因，最主要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国王领导我们，因此人们就共同推举选一个有德的作为太子、王子，然后呢辅佐他国政，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帮助天下的百姓。请看己恶，王具重德，他多先具呢多种的布施。现在下面讲的就是六度：布施、调伏、极静、施罗、精进、勇猛，就是具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它名词不同，其实是讲六度之恨，六度万恨。它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一切的功德内外它都具足圆满，具有各种殊胜跟非常庄严福德的相貌。而且他身心呢都很圆满，没有残缺，不是残障人员，身体非常的高大，相好庄严，成为天上跟人间呢很非常的尊贵殊胜的微妙容色。因为相貌庄严，所以做国王的时候，人家看到他就会升起一切尊重跟恭敬的心。而且他存有很好的心，当他领导人民的时候，没有一个呢不真的相亲爱民。他的秉性非常的醇厚，没有心机，常怀慈悲心，博学多才，而且懂得各种技艺。常常纵使王公大臣啊，有些人呢挑战他，但是他还是非常的柔和忍辱，庄严他的心，也庄严他的佛国土。这叫己恶，王具重德。
再看下面己三，当他出生的时候叫妙香沐浴，当他出生的时候是大后妃呢所生的嫡子，嫡子就是亲生的孩子，要用各种香妙香还有清净呢成为庄严的水，好，然后调的温度刚刚好，然后让他洗身体，然后穿上种种上妙呢香熏好的衣服，而且衣服上面有挂满了各种珍宝璎珞，当衣服干净的时候呢，摩尼宝珠就放在他头顶的发髻当中。现在这一段讲的是印度的文化，印度的贵族就是穿这样的衣服啊，用金宝花幔各种首饰呢冠在他头顶，还有各种素炼针青针啊束于发髻。所以你看印度的造像的话，他包括呢头上有宝冠，然后有耳垂，然后呢还有戒指，然后呢这边还有臂穿，你看观世音菩萨身上有时候印度的造像就有臂穿、手环还有脚链，通通呢身上都非常庄严，这代表印度贵族之相。那在传统上这印度贵族之相谁最庄严呢？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示现的时候是全印度最相好庄严的，因为他是成愿再来的。所以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啊都示现为太子利益众生，那地藏菩萨当然也可以示现为这样。好，请看幻灯片，这是我在菩提迦耶雪谦寺 红教的一个寺庙，它的壁画用金粉画的，这一系列的壁画真的非常画的好，我们在台湾是很难看到这样子的，因为这要很高度的艺术啊，而且要花很多的这个资金，还有很高度的这个艺术的功。好，你看佛陀诞生的时候，对不对？摩耶夫人在无忧树下，左边呢，你就可以看到两个菩萨捧着呢丝绸呢来帮这个释迦牟尼佛洗澡，然后天上的龙就会九龙吐水，那所有的人呢就会合掌赞叹释迦世尊诞生。右边的地方你就会看到他洗好了以后，大家知道这释迦世尊呢就会往前走七步，每走一步的时候地上就出现莲花。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德力呢？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多生多劫修来的，对不对？你走路的时候路上就不会有莲花，对不对？圣人才会有，圣人。好，接下来再看几次宝饰延伸，又以种种的摩尼珍珠金银等宝共成合成，有你的耳环叮当啊，耳当，它这里叫耳当，就是你的耳环璎珞环穿，环穿就是刚才讲的手臂上的臂穿，种种的妙宝种种的妙宝装饰着庄严他的身相，而且所穿的衣服呢也是呢都是丝绸非常尊贵的啊，然后呢鞋子呢也是特别用宝石而且编制的，然后呢下沉其足，就是脚下呢有些呢也有装饰，然后重宝掀盖，有的印度人哈圣人啊或贵族出去的他就拿一个反盖，就像现在你们看到很多的中国的水陆大法会或是大的和尚出来的时候就会拿一个伞，有没有？然后是圆的反盖，然后向右旋转一样，印度也是重宝伞盖上覆其顶，而且呢安置呢他在一切仙古席一切天仙所护持的宝座，就让他然后让他进入一切呢天地都共同赞许人间最为尊贵的王座共所护持，而这个王座是非常的善巧，用了各种最世间最好的这个技术来雕工的木雕或是最好的材质，甚至放在殊胜的大殿里，请王呢亲自登上宝座，因为这个宝座只有这个尊贵的帝王大菩萨他有功德坐在下面。好，接下来再看悟寺，登上王座以后做什么呢？他就会敲钟鼓，登上王位以后叩击一切天地龙地药叉神地阿素洛地鸠盘图地各所获持的广大钟鼓。好，看幻灯片，我又把字写，也就是说他做了王位以后接下来要钟鼓齐鸣，
这个钟鼓齐鸣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是赞叹这个国王的功德，第二个这个钟鼓齐鸣也是告诉全天下的人，现在有一个伟大的这个君王已经升座。第三，这钟鼓齐鸣呢，这个声音也可以传到幽冥界众生，所以在古代哈是帝王的时候才敲钟鼓。后来佛教呢继承了这个文化，传到中国，中国建钟崇林的时候就有钟楼跟鼓楼，啊，来源就是这样的。那敲钟跟鼓啊，像在现在上面呢，就刻满了很多的咒语或是经文，那幽冥界众生也可以得到利益，这是真的。接下来你看，齐声震响周遍国界，敲这钟鼓呢，就是告诉所有的国民啊，乃至于天上的地势天啊，都可以听得到，人间的刹帝利等四大种姓，无量的人听到说国王升位了，所以每一个人也斋戒沐浴，穿着最庄严的衣服来做什么呢？来顶礼这个国王。好，请看下面一张幻灯片，这就是印度荣登王位，左下角他就带着宝冠，然后呢很多人跟他顶礼，旁边有很多的眷属，他居住的呢就是非常庄严的宫殿，这叫荣登无上王位。接下来再看，持着种种妙宝传方宝盖摩尼珍珠金银贝壳珊瑚碧玉等琉璃等各种庄严的珍宝，无量的珍宝奉献给新的国王，就像古代一样，所有呢臣民呢供养皇上，或是外族供养中国的皇帝一样，无量珍宝奉献新王。那甚至呢显现各种瑞相，那贵族呢博学多的人呢，乃是婆罗门呢，他们因为很有智慧，就会用无量种种微妙的赞颂来赞叹这个国王的功德，所以种种善事，做种种善事呢，就会咒怨于王。咒怨就是什么？发愿希望国王呢，就是长命百岁，天下太平，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类似这样的咒怨。然后以各种的咒怨呢，以各种吉祥的花撒在国王的头顶上。好，在这里呢，还有。那这一段里面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这样，古代的国王是这样，他国王的时候，因为印度很大，印度也有东南西北，北边是喜马拉雅山没有错，可是印度认为呢，东南西啊，四大海水都会拿一些水，然后灌在同一个湖里面，然后呢，向皇上进贡完了以后，请他洗头。这就形成了后来所谓的灌顶的仪式。现在我们去接受藏传佛教灌顶，灌顶的仁波切都会给你水加持你自己。其实原来的仪式是什么呢？臣子是从东南西北四个大海拿最干净的水，然后加上香水，然后供养上皇上。皇上呢可以清洗你的身体，象征着你可以统治东南西北的国土。这个叫做灌顶的意思。原来灌顶的意思这样，后来灌顶就演变成了上师或诸佛菩萨给你的加持，所以西藏在灌顶的时候就会用水加上西藏红花，再加上念咒，然后给你加持。大家到泰国去，泰国你有没有看过？泰国曼谷有时候你会看到泰国南传的法师也会拿那个水，对不对？念巴利文，然后帮你洒，对不对？最后呢，哎，就变成加持的意思。原来的文呢是在这里。是印度的文化。好，最后再看第五，以德教化国人，分二己一，黑白分明。请看先王所种的呢，就是要有数望贵族，就是数世的都被人家尊重的德高望重的贵族，而且他们呢是博学多才，心性非常的正直，很贤明，随他能所适应的能力呢，这个国王就会授予种种的不同的官阶，掌管不同国王的事。比如作为一个国王，他需要什么人帮他管行政、管外交，还要管军队，还要管人民的生活、管税，
还有啊，要做很多事，还有管人民的教育，所以他要很多很多的部长，你们现在叫 minister， 对不对？同样的，注意听，这一段里面最重要是说，做国王的人呢，要懂得用人才。再看下面一段，先于国境内呢，假如有自他党派分裂的时候，他们在相互残害的时候，会叫他们呢暂停这个战争，令一切呢恶敌或是恶友呢，能够伤害众生的呢，他就会想尽办法把它消灭，因为他不消灭的话，这恶势力会增长，就会变成黑社会，最后会伤害一切老百姓。最后，除去除损治国一切的黑品，增益治国一切的白品，请看幻灯片，我又把这四句画起来，用不同的颜色，是说凡是国家的黑，黑是什么？代表违反十善业道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毒品、黑社会、色情、暴力，这些都是属于黑的，因为这会伤害国家、伤害百姓，所以要损除。白是指清净，比如说好的道德、教育、文化、慈善事业、民间团体的活动，都希望鼓励他，叫增益治国。所以真正的帝王出世的时候呢，好的呢都一直会增长，坏的它自然就会减少，是这一段的意思。好，这一段还有一个意思，请你写在旁边，黑白分增益治国一切白品的后面，你刮胡写眷属圆满。就是行菩萨道的时候，他除了做国王之外，他要选天下的人才，授予官位，而让他帮忙做国王，统领大众。行菩萨道这也很重要，师父多说几句哈。不论在家出家，当你发心行菩萨道的时候，刚开始你当然自己要用功修行，修戒定慧，可是你会发觉靠一个人很辛苦，你要很多很多的助手。做一个出家师父，要统领一个寺庙，要敲钟，要敲鼓，要做早晚课，要共修，要办佛学班，要办很多很多的活动，他需要很多很多的人才，所以要出家的僧众。在家居士成立一个佛化团体，对不对？佛教团体你也要成立啊，要很多很多各个部门的人才。所以这个当中你会看到，领导的人要有德行，可是每一个人的福德因缘不同。假如你修得好又很精进的话，你才会眷属圆满。假如你的周围旁边是很多很多善良的人，各种人才来跟着你，那表示你这个人很有福报。有些人虽然自己很好，可是他想做，他就碰到那旁边呢，就是不帮他，不支持他，甚至泼他的冷水，扯他的是非，还有说他的八卦，那你就会很辛苦，这叫眷属不圆满。以此类推，所有成佛的时候，西方极乐世界叫莲池海会佛菩萨，所以阿弥陀佛是眷属很圆满的，了解吗？一个公司行号你也要眷属圆满，一个家假如常常吵吵闹闹的话，古人讲家不和啊，万事不会兴的，家和才会万事兴。家和万事兴的先决条件什么？家里的人要相互体谅，你眷属才会圆满。没有一个人是圣人，你看看国王统领了这个文武百官，假如国王自己做的不正，旁边人就是乱七八糟，都是贪官污吏的话，那天下就会很苦。所以这一段他主要讲的意思是要有眷属圆满的功德。那眷属圆满呢，要去种因，所以要培养人才，要呢珍惜人才。假如我们在行菩萨道中，你也自己一个人修，那你会很孤单。你成佛的时候，三千大千世界只有你一个人，那你不觉得很无聊吗？那是什么？你过去是不会呢跟人家结清净的缘，所以眷属圆满也要从因地里修，了解吗？师徒之间要有善缘，也要有眷属圆满缘。有些人师父很好，可是徒弟都不太好；有些是徒弟都很好，师父不怎么样，师徒都要很好，那才叫眷属都很圆满。这是这一段他主要很真正的深意。那眷属圆满的先决条件是什么？第一个，你要黑白分明。所以我科判写黑白分明，就是你公司啊要分明，你的心要很正派，不是耳朵很软，
那你是非不分，黑白不分，赏罚不分的话，那你的眷属呢就会有很多党派而不圆满。一个家也是这样，一个公司如此，一个佛教团体如此，一个寺庙也是如此。所以和合很重要。接下来再看己二，国土安乐，差地利，善男子，差地利种，冠顶大王。好，昨天说过这个呢，这个国王呢是转轮圣王，他是印度差地利这个种族而出生的。他冠顶，刚才讲给有绝有，他拥有给予别人最高权力的这个象征，这个叫冠顶大王。成就如是第一个安乐轮的第一个王轮的时候，因为这个王轮的功德，自己的国土呢就会得到平安快乐，而且一切众生都很欢喜地住在这个国土，而且你的城市会越来越兴盛，人民越来越快乐，经济非常的繁荣，政治很祥和，而且能够呢，因为人民心要团结在一起，所以能够摧伏一切所有的怨恨的敌人，化解一切恶友，人与人之间都非常的尊重快乐，非常的善巧守护自己的法身慧命，所以这个国家的人民每一个人寿命都非常的长。好，这边是告一个段落。喝口水，对不起。好，接下来我要介绍日本式的地藏菩萨造型。师父是讲说，在介绍这个经文，一介绍经文跟科判嘛，第二会讲佛教的历史，第三会介绍呢这个所谓的佛教地藏的演变，最后待会我还会讲一个精彩的感应故事，这样呢你听起来会比较法喜充满，而不会打一下瞌睡啊。现在请看地藏菩萨。好，地藏，地藏在中国传到日本，在唐朝的时候我们佛教非常的兴盛，影响了很多国家，最有名的是韩国跟日本，所以日本有派叫遣唐使，日本皇帝天皇会派非常优秀的人到中国来学中国的历史文化，其中学大乘佛法，所以现在你去日本东京京都奈良，师父是目前还没有去过，因为我很忙，而且我也证悟空性了，口袋空空，等我有福报再去吧。日本跟韩国我都还没有去，可是我读了很多书，看了很多 DVD， 所以在介绍的时候我也很欢喜为你介绍。假如有机会你去的话，除了去观光去旅游，不要忘了去参观呢在台湾或是新加坡看不到唐朝时代的这个非常很多的寺院跟佛菩萨啊。那啊，总是不要总是跑去跑去呢，吃梳洗然后就跑回来了，那太可惜。所以先看一下，可能有些莲友要抄，所以师父把它打开。在这个地藏菩萨的造型，从中国唐朝传到日本以后，也跟它历史文化会结合。简单的讲，因为时间有限，师父分为四类。第一个叫大唐式的地藏菩萨，就中国跟我们中国唐朝的地藏菩萨是很像的，所以它延伸到那边的时候，它就非常饱满，相貌庄严。第二，日本因为有六臂如意轮观音，所以菩萨可以度六道众生的思想在日本也非常兴盛，不但观世音菩萨有六臂如意轮观音，地藏菩萨的造型也出现了有六个手臂，这是很特别的，在台湾跟新加坡看不到有六个手臂，待会你会看到。第三，还有日本有唐密而学过去传过去叫东密，东密呢，日本人呢在密中他是学得非常的好，还有他的体系，比方说高野山空海大师，空海大师就从中国唐密学完传到日本成为东密。第四个还有非常 Q 的，为了度现代的日本人变得日本现代式地藏菩萨。好，我现在讲这四类，可以大家看。第一类唐式的，大家知道日本人最喜欢什么？ Sakura， Sakura 是什么？樱花，对不对？日本人真的喜欢美美的，你去日本这个国家很特别，就给你感觉，哎呀，おいしいよ，对不对？全部都是很好美美的。的确日本这个国家很重视文化跟美学结合，
他们从小就很重视美术教育，所以穿衣服、吃的东西，还有你看新加坡看到很多的日本店。